哦，真是太让我惊讶了！今天我把我弟什么新版本模式打开之后，我不知道是因为这个，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新版本的关系，我还他新版本的什么，今天测试什么 1.21 吗？什么版本开启之后，我发现他竟然多出这种东西出来，你们看，就是一个长这样子的东西。如果我们远远看的话，它就长这样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一旦靠近，它就像我们打开里面的东西，而且这个时候里面就会开始冒，就会开始显示出里面会有什么东西出来。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刚刚好有带钥匙，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刚手上有钥，刚好有试炼钥匙的话，可以直接放到它嘴巴里。哈，还可以弹出各式各样不同的东西耶！假如我们今天放好多个的话，趴掉的东西也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哟，真是太让我感到震惊了。可是这试炼生成器，我不管怎么看都看不懂这是到底什么。有谁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吗？真是太酷啦！